一跟我聊天，我感觉就没什么好事儿似的。你觉得自己粉丝多吗？不多，不多。对，不多。比如说，秦霄贤拥有十个粉丝，你觉得你拥有几个？两个。那你高估自己了。就是我觉得我在秦霄贤面前就拥有就两个。因为我并没有觉得跟你的实力差太多，并没有跟我的实力。你走，你走，我不想走。导演，我讨厌他，你走。我就在这聊一会儿。其实我觉得你挺综艺的呀、啊，兄弟。之前那几期怎么总是差点就被淘汰，总是垫底呢？岁数大了，我没发现现在观众都喜欢年轻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觉得。要向烧饼学习，烧饼在这个节目里，他总是那种不要脸的劲儿拿捏得死死的，我觉得。但是